六道里面的等级高下，完全是善恶。已经念头善，言行善，三善道。念头不善，心行不善，三恶道。我们用这个标准来回光返照，照照自己，从早到晚这一天，我们是善多还是恶多？为自己的全是恶，为众生的是善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标准，后面还有很多。断恶修善，落印象的，也就是心里头还有，这就不善。心里头没有，那是善，就是不放在心上。难呐！净宗的方法是非常微妙。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别的东西不放进去，只有佛，这是善。这个善将来到哪里去呢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阿弥陀佛相应的是极乐世界，我们修净土的人希望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就得用这个方法。积功累德，通通回向求生净土，不放在心上。放在心上，就感三善道。造作的恶业放在心上，就感三恶道。所以善恶都不要放在心上，而且断恶修善都是为利益众生，不为自己。好啊，而且念念回向一切众生，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要有这个大愿，这个大愿就是菩提心。所以下面他举个例子说啊，例如行布施，若能于施者、受者及所施之物，皆体空无无，这生于理，无相之心呢，这叫善呐。若有所施能施，即所施之物存于意中，就是放在心上，那你就是违背了真理。违背了事实真相，你着了相了，这是我，因为他有果报，
如是呢，则上从佛菩萨，下至阿罗汉，所修之善法名善。佛菩萨修的，阿罗汉修的，我们要想成佛成菩萨，得走这条路。啊，人天众生所修的善法，都是有相行，名之为物。这个相就是着相，有相就是着相。就是把你所造作的善恶都放在心上，我们看了凡四训，了凡先生所修的善统统记下来，一天做多少桩好事啊，那是人天福报，出不了三界，这个一定要知道啊！在世间是善人，来生善善道，不会得我道。那么来生后世可不可能造作恶业呢？非常有可能。那为什么？他以为这对我有好处，他会造出损人利己啊！啊，那个业就把他带到三恶道去了。三恶道很容易去啊，很不容易出来。啊，所以只要在六道，肯定的他在三善道的时间短暂，在三恶道的时间长远了。佛言看见的，说他叫可怜悯者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